恭喜发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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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哎呀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嗨，哇，这个年过得真是不错哦，可以说是终日酒池肉林啊，过的是金迷纸醉的生活，哇，哎呦，飞哥，你看你讲话就要相信，我真的相信的。啊，你嘴唇呐呢？哎呀，你整个皮都快掀开来了！哎呦，哎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这就是我都叫讲的嘛。啊，朋友来找我们，是是是，就是要跟他打打麻将，洗巴啦。啊，对呀。哎呀，常常就熬夜到天明。啊，那我困啊，那火气大了，这是肯定的了。哎呦呦，嘴就甜，麦克讲啊，讲一点吉祥话。是是是是，今天是大年初七，是是是，对，初七初七，金猪贺。喜鸿福天启，啊！你看初七天启，有押韵，要押韵的，要押到韵哦。好，初七初七，哎，注意身体健康第一啊！哦，这个讲得好，要开工了嘛。前面六天，哎，如果你们已经发现暴饮暴食，是是是是，脸部宽度增加，好，厚度也增加，要开始注意。对对对，要忌口了，哎，不够俏皮，要俏皮一点。所以做这个主持要有点俏皮，哦，有想象的空间。来了，初七初七，初六加一，初八减一，好俏皮俏皮，哦。初六加一，大家拍手拍成这样子，吉祥话，吉祥还是要吉祥话。对对对，初七初七，福气手气所向披靡。哎呦，这个不错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吧，嗯，大家都有好手气啊。今天我们三个人的吉祥话，哎，希望给大家这个春天呢，哎，带来一片吉气。没错，哎，各位，我们平常做节目啊，辛苦了。来自学校的那些高材生，是是是啊，他们的表演太好了。我们今天呢，为了感谢所有学校为我们带来的表演，来大家来围炉一下，大家一起围炉啊！哎呦，坐在后面这些各位，哎，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哇！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我们今天的几位三大美女。哎，第一位介绍的是，第一位要介绍的是阿 Kimi。哎呦。碰到阿 Kimi， 哎呀，都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哎呦，哇 ！You make me nervous. Really? Sure. 我紧张。他看到我就会有进账，进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可能就是你要包红包给他了。那种，我当然包红包，红包给一下，我的红包他。红包一个，祝福你今年金猪年啊！哎呀，越来越美丽。但是拿到红包，按照惯例应该讲个吉祥话。哎呦，他这个国语，你叫他讲吉祥话，会不会是一个难题？会不会讲过年的吉祥话？我会。哎呦，我要。祝你新年快乐。哦，恭喜。扣一个，扣一个。I was wrong, 对不起。要不然我们听一个日本版的也不错啊！哎，而且我这没塞球，我这球这没塞，那边皮会掉的皮啊！那皮都掀开来了，飞哥要保重啊，有一点痛，真的吗？听说唇膏涂上去会好笑，哎 ，Can you give me a yes? Okay, please. Okay.他是用嘴巴吗？当然是嘴巴，当然是嘴巴。Because I cross my eyes, I don't know. 你看不到。Your lips is very hot. 怎么搞的？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好，哎，又来一位美女。好，这一位那真的是崛起于大哥大了。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一定是焦点，鹤立鸡群。哎呦，哦，那不是说只有个子高，是是是，气质出众。哦，尤其他的肤色是我非常欣赏的，哎，透露出一种健康线条的美。你快来欢迎他，好不好？这是谁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这个人刚好跟他相反。你
皮肤在后面好开心的样子，很白，吹弹得过，个子不高，但是娇小玲珑，欢迎向马倩。但是你小巧玲珑，小巧玲珑，哎，可爱啊，皮肤很好呢，谢谢谢谢，入口即化，入口即化，真的吗？你有治过我吗？没有吧？哎呀呀呀！哎呦，好痛！哎呦，这个要扎那个什么唇膏，要擦唇膏，对呀，不然好。刚才我请他帮我治疗，他不愿意。哦。就叫班弄一下就结束了。再那个什么芝麻油就好了。是芝麻油啦，什么芝麻？人家阿 Kimi 跟我还不是很熟，会不好意思。他都用唇膏帮我治疗，他叫我去喝麻油。很像啊，哇，谢谢。祝福你猪的这个年里面，哎，越来越美丽。嗯。然后呢，大家越来越喜欢你，好吧？新年行大运！哎呦，欢迎欢迎！还有新年行大运哦！啊，这个刚刚介绍词啊，哎，拜托，晚令共情，因为功能变得拍谁啊？哎，哦，这一位一站出来怎么样？哇，鹤立鸡群啊！哎呦，这是我们 model 界里面的航空母舰，身高非常招标。喂，航空母舰是讲迄种，我是讲悬呐。好，欢迎这位美女，时尚美女蒋怡小姐。吉祥话哦，这红包才送得出去。对对对，对哦，好啊，吉祥话就是2007年嘛，嗯，大家要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最重要是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蒋怡小姐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哦，好，今天我们同样也请到了几位过年菜的大厨师，是是是，来，我们欢迎他们。名厨料理，来自香港的苏锦林主厨，精准的掌控火候与时间，细心的调制酱料，让他烤的每只乳猪铁脆肉嫩，爽口不腻。这位杨琴妮主厨年纪虽轻，做菜的功力却是一等一。钟爱各式火锅的他，特制的独门酸菜白肉锅，保证让您赞不绝口啊！各位大家别客气，尝尝看，尝尝看，来来来，哇，对对，各位同学，火锅火锅，尝尝看，来来来，哦，哇，我边说你们就边吃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你大家干嘛事？恭喜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锅那不是开玩笑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锅你们要好好跟大家介绍，是是，这个锅可真的是来头不小，听说可是慈禧太后的指定用锅哦，而且是以景泰蓝打造出来的紫铜锅，对，不仅呢有好料可以吃，甚至于还有皇宫般的享受哦，这个锅啊，听说造价一个就要20000块钱，只有在我们节目里面，老板才愿意拿出来了，对。景泰蓝紫铜锅，好吃的是吧？好吃，好好吃哦！哎，哦，这个是叫酸菜，哎，酸菜，嗯，对对对，而且我们这个杨师傅呢，现场还用这个手工做的丸子哦，在帮我们加料，哦，现成的哦，手工的，哎，哎呦，太棒了！这丸子好好吃，哦，手工的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么我们这边也有手工的，你看，阿 Kimi 帮我们要下一点料 ，Yes。对，差不多多少？看你整条也可以。不要整部的。好。Like this， 可以吗？可以。对，可以。好嘞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，来来来。好。你也是一样啊。这个在日本多不多啊？好
好像有看过，可是我没有做过哎。上次我去请一个日本朋友去吃这个东西，他就把这个整桶就这样吃掉了。他以为吃雪糕吗？他把它当成沙西米吃。哎，鼓励鼓励。咱们边吃啊，我们就今天很高兴啊，哎，我们这些同学曾经表演过的都回来了。对，他们有一位介绍的是他最早在我们大哥大表演，就以街头艺人的形式表演的这个，他的那个神乎其技的表演呢，哎，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那个表演者，没错，都竞相前来报名。哎呦，所以他是开创潜力的一位，是很优秀的准艺人。哎，一块来欢迎胡启智同学。胡启智神乎其技的水晶球表演，绝对让您大开眼界，大呼过瘾。戳切戳切，众星云集。师弟，人讲咱过年大人囡仔细汉拢欢喜，囡仔暗时准备念包，大人准备爱来开钱，所以你爱记住，千万唔通乌白乱挂掉。这鬼啦，砍三阿伯来灭死。我就是本土天王加基物。Remix， 派个怕你怕我怕。你两个跑敢不跟车了？我讲。美女先跑图，人和菜一样的色香味俱全哦。小节了，快要没有电了，因为虾太大了，虾太大，所以要煮久一点。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够分量才是最爱。他们的表演，你讲啊？好帅呀！我被喷火融化了的感觉。可是我比较喜欢潘子，所以我选他。
哇，太棒了！来，你们掌声鼓励一下嘞！胡启智啊，哎呀，胡启智啊，哎呀，好久没看到你，好久没看到了。哎，他的这个表演呢，你就觉得有一个水晶球悬浮在空中，对，真的。刚才连蒋怡都看到，就是目瞪口呆，真的，看到快要口水都掉下来了。就是说一种强烈的对这个男人有感觉，是这样。讲对了，没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，然后我就一直张着嘴合不起来。蒋怡刚刚有稍微透露了一下，哎呦，他的表演之外，你看他本人的外形，对，哎，会让女孩子想要接近你，很性格，真的哎，性格当中，你如果说又带了一些神秘，哎，他的表演完有很多人找他拍连续剧啊，拍电影，他就是不愿意，哎，都不知道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愿意？你的样子呢？对，如果拍那个偶像剧，活佛转世。哦哟，他的感觉有一种那种僧侣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有这种味道，很有味道。刚刚讲的那个 misty， 神秘感，有那种灵性。OK， 表演的非常精彩，掌声给他鼓励。胡启智 ，OK， 好，来来来，多吃一点啊，多吃一点。隔壁的同学多吃一点，多吃。哎，怎么丸子不够了？老板，对对对对对，上丸子了，哎，丸子嘞！哎呦，哦，哎呀，是吧？耶，这是丸子来了，蒜八方带来的这个丸子，哎呦，手工丸子，手工的，哎，好吃哦，听起来又很香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下丸子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哇，好吃。一口就吃掉了，这边这边，煮不熟啦，那么多煮不熟。今天吃的特别开心的，这个丸子真的非常好。那边也加一点，那边也加，那边也要，那边也要。哦，来来来，飞哥问阿 Kimi 啊，飞哥夹一个给你。哇，你真的很好。那我也等。哎，下马上熟，等一下。那我夹给你好了。接下来你看是要怎么安排呢？接下来这一组啊，不得了，他们呢可以说是号称一张嘴让人身临其境，一弹舌飞禽走兽现形的快嘴二人组。哎耶，让我们欢迎迪丽李长俊带来的口技表演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我记起来他们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太屌了，耶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今天是我们特别节目，所以我们先邀请，马上就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出来。好，好，有请我们第一位特别来宾，叶教授。哟 ！Oh my god！ So cool！ 是的，人讲咱过年大人囡仔细汉拢欢喜，囡仔暗时准备念，到大人准备爱来开钱，所以你爱其实千万唔通乌白乱挂掉，今期歹钱歹达卡。是的，较实在。人讲新年过新年，也是啉小醉，但是叫电视播出，你也就是少见笑。把旧年不如意拢放掉，今年新年放伫遮，再出现大家新年新希望。我们现在欢迎下一位。哎呀，见鬼啦！看三阿伯啦，没有谁。好的，没错，我就是本土天王加义务。来们到哪一台，当然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，所以在这边要祝大家万事如意，财源广进。我们再来欢迎下一位。Remix， 麦克风，你把我妈妈，你麦克跑，你麦克跑。难道你说不会痛吗？我这个你不会痛吗？就不要打了嘛，谢谢。麦克风，你把我妈妈，你两个跑敢报警察了？我跟你讲，说的话你敢没听？等等等等。这个很瞎，比龙虾还要瞎，比扯破衣服还要扯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就是我啊，嗯，好像。这一段我是有准备的。哦，是哦，你有准备哦。这当然了，请用。你用这种节奏，好像要大家跳舞的感觉。那跳舞的话，好，我就带来一段电音国标舞，六七 ，Let's go。昨天的都人要跳，我我我跟着 B， 一一一跟着 A B C， 我东东男子汉，你不知道叫做我叫什么名，我是嘉嘉同学，我叫做何林杰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没错，那再来，好。
舌，一个用口气的技巧相比之下，你怎能跟我比？别忘记我将快嘴茶笔，等级相比之下你没好完毕。闭上，结尾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宽一点？怎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个尾巴，这样子好了，换我来考你啊。没问题，我从头到尾都是底下的噼里啪啪，跟着我的手势走就对了，可以吗？跟着你的手，对啊，好，呵，来，赶紧的啦 ，OK， 现场没有队友，准备好 ，Check， 那么来这边有所有的跳跳，没有秘密记者，前面都乱叫，来，我们一起不要排队，哎呦，一起喝到醉，给我点点滴，怎么能看你的鬼面？哇！是哦是哦！哇！来来来来来，这两个人啊，哇！他们刚刚两个人一开场，那个掌声，哎呦！所以为什么？这么多主人来这个表演这样的东西，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在初期跟大家见面？哎呦，不是我在讲其他曾经参加过比赛的，是，你们要好好检讨一下，对不对？哇！可是我记得上次来他们两个不是一起，都是分开的嘛。对，那你们两个怎么可能合作呢？对呀，这个是托制作单位的福。哎呦哦！那我听说我们 ABC 他是什么呀？哦，他们两个人上完我们节目以后，哇，命运各有不同。哎呀，对，我们先讲 David 啦 ，David 厉害了。听说他个人的网站部落格啊，已经有超过50万人点阅率了。我本来是想说五万人，一想好像不止哦，好像是50万人嘛。对，差不多。哦，那真的是有差。是真的吗？对，有差。真的上完我们节目。有差，因为之前部落格都是冷冷清清啊。哎呀，那经过上了贵节目以后呢，哎呦，隔天去留言板说哇嘿这，嚯，哎呦，对，一堆不认识的，还有一些。就是留言都还蛮多的，哎呦哇！来来来，掌声给他，因为这个成就。那我们 A B C 呢？来哦，我是在学校那个老师啊，跟同仁啊，什么同学、同仁都想要跟我要签名照。哇！对，我还有被邀请到绿岛监狱去表演。哦哟。这个是表演给大哥看，他到底是谁呢？我就点他一个东西，你们就知道他是谁，他多厉害。哎，那我们那天在播出，还有很多观众是认为说这个可能有造假哦，因为他用一支麦克风就可以唱金包银，对，然后还有节奏包在金包银，大家记得吗？你还没有印象？哎，然后他呢？是模仿在，就是说，好像有一个乡下的一个卡拉 OK 店里面啊，对，他的那个麦克风的 echo 还不是很好 ，echo 个挺大声哦，他不但要节奏，还要唱歌，然后还要唱歌的声音是有 echo 的，哎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加 echo， 是自己做出来，对，我们点他一下嘛，哎，金包银再听一首，哎，回味一下，哎，哦，而且要挂 echo 的那种，叫 echo 那种啊，挂 echo 的，哦，哎。因为上一集我有来踢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踢他嘛。这个我也要来强，又要来重新讲一遍。他可能要好好检讨一下。检讨一下，因为他这个太难了，一般的同学可能底下的。哎呦，他这个怎么也厉害？所以我们还是一样，跟上一集一样，我们来个捆霸甲，也是可以加 echo， 也可以加 echo 的。捆霸甲，对，我们这 echo 比较简单。好，捆霸霸霸霸甲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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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就好了嘛？对啊，打那么复杂，然后我们要，哎呦，一样的效果啦！空空空空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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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其实不容易。对，哎，飞哥，你有没有闻到也阵阵的有一股香味已经飘过来？对啊，我说什么跟火锅不同的味道？哎，这是一种阵阵猪肉香，哎呦，好香哦！难道我们师傅的烤乳猪 OK 了吗？哇！哎呦，哎呦，真的！哎呦，来来，哎呀哎呀，你们两位表演的很精彩，我们已经受不了了，掌声先给他们鼓励一下。烤乳猪的乳猪现在可以吃吗？哦，还没有，好，等一下啦。猪哎，哇，这是最正宗的港式料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而且名副其实的叫金猪报喜。对对对，是由我们新荣园餐厅的苏景林师傅我们带来的。哦，哎呦，师傅慢慢的烤，我们可以接下来再介绍一组来。我们要看一下表演啊。哎，那是谁啊？开，这一组呢可以说是啊辣妹的最爱。帅哥的威胁呀！哎呦，欢迎夜店王子 Breaker！ 哎呦，哎呦！上次他们来我们节目创很高的收视，也是他们两个，他们毫不保留的，就把他们的所学就在我们浙江全部表演完。哇，太感谢了！那个像马倩，麻烦拿两杯水给他们喝一下，因为我们都很清楚，他们嘴巴都是汽油。哎呦，你要有一点人性嘛，对不对？有味口渴，哎呀，过得小。刚刚喷出来那个是含在嘴里喷的那个是酒还是？好来了，美女哦。
刚那个是九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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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看他们的表演，你讲哈？好帅哦！我被喷火融化了的感觉。那现在麻烦了。前面有三队了，哎，对呀，一个是那个胡启智啊，对啊，那个水晶球他也快，他也快疯掉了。后面那个啊，哎呀哇，哎，空气的，哎，他也融化掉。这两个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你选谁呢？要选一个。可是我比较喜欢潘子，所以我选他。喂，你选他，他们两个分开了。对啊，那个瘦子怎么办呢？啊。阿基米，还有一个选择啦。阿基米 ，you choose that one。我也喜欢胖胖的那些。哎呦，好像据说自从我们 Kevin 的阿德就好，阿德啊，阿德，你看亲切的哈。他表演完上完我们节目，是不得了了。哎，啊，有什么发生什么情形？就很多那种华侨啊，同胞们，然后看到我们表演都来，就是特地来我们店里来看我们表演，指定要到他们店里面去。而且是国外来的朋友，哎呦，还特别询问到他们的表演的地方，哎呦，而且中间也有外国人啊，外国人说我们秀很棒，哎，对啊，表演的非常精彩，谢谢你们初期跟我们大家见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 Brian and Kate。张飞心目中永远的唇膏将会来了，但是江慧的身边竟然出现了另一个纪明。啊，你跟某饭店的老板呢，好像有一点这个眉来眼去的这个事情。什么饭店老板？不是饭店，是餐厅呢。对，就反正不管餐厅，反正就不是飞哥的，就对的嘛。啊，二姐，因为我们飞哥他本身有开餐厅。你敢没有？有啊。有啊。春秋挂钩。虽然你是餐厅，餐厅头家啦，你确实我都带给江慧幸福。我只是跟二姐合唱首歌呢。哎呀，这感觉怎么样？比着乐透更欢喜。一切都好小啊。初期，大家抢七。我觉得他的另一半，我觉得好像刚才那两位口技跟 rap 好像蛮配的。对他们真的是非常仰慕，尤其是现在我正戴着牙套，然后说话口齿不清，我们会有一个互补的作用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我不没有这个境界，但是保养这个乐器我很有一那以后就要多仰赖张飞大哥了。那我就应该来插了。综艺大哥大 Part Two。水气洋洋的，哎，那么，所以我们让很多曾经在这个节目表演过的同学，我们是精挑细选。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这一位，哎，这一位音乐家，而且他本身兼具知性与感性的教育家了，而且他博士，他可以说是华人的骄傲，是是是，来自茱莉亚学院的中提琴博士了，大家就有点印象了，有，在我们节目的表演深获好评，是是，他那一段收视率飙到将近4，所以今天当然他是理所当然的座上宾，要为我们表演一段。这个水准非常高的是一段音乐的响宴，好，我们一块来欢迎赵怡文小姐。
哦，真的，这个我只能脱眼镜向我们赵一文小姐致敬。哦，飞哥好，这个你好，哥好，先跟您恭喜一下，先跟您恭喜一下，谢谢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，有这位美女啊，是是是是，来参与我们初期的这个特别节目，是的，整个气质啊就提高了，哎呦，提升起来了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哎。我跟你讲，感觉就我们不能否认。哎，中间呢，他的曲子呢，前面一开始他自己叫了一次，导跟导播申请停机一下。导，哎，那么这个是让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肃然起敬。哎，真的一个艺术家，音乐家，他往往都会在99分跟100分中间还在挑毛病。没错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嗯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当然哦，我想在座像飞哥啊，或者是其他各位艺人朋友们都是专家，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。哦，而且听说他上了我们节目之后啊，那通告多的已经推不完了。哎呦，很多人都争相邀请你上他们节目去表演，对不对？不可以随便乱接，只能接我们的节目。我们当然是要挑最优质的节目，中国大哥大。蒋怡大家又商量研究一下，我觉得他的另一半，未来的另一半，蒋怡说说看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好像刚才那两位口技跟 rap 好像蛮配的。你乱点鸳鸯谱，没有啦，真的会出来。也懂音乐啊，可是又是不同的技巧啊。对，事实上我觉得，对他们真的是非常仰慕，尤其是现在我正戴着牙套，然后说话口齿不清，我们会有一个互补的作用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对，其实胡启智这种。像流虽然很性格，对，但是他这种流浪汉的个性不改是不行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对啊，你喜欢流浪，哦，对啊，他真的艺术家的特质哦，他这个人很固执的。我个人郑重推荐介绍，谁？我觉得应该是一位很伟大，像法国 F4方程式比赛的那种赛车手啊，舒马尤尔、舒马特这种男人。哎呦，对，而不绝不是马友友这个大提琴家。哎，通通啊，对，生活就都一样，重叠会没有什么乐趣。哦，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？我觉得蛮好的，而且听说他年薪很高，所以我很有兴趣。啊，对。因为他这个是对不对？音乐那种境界，是加上那种人是在用灵魂在做赌注的人，对耶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苏马倩，苏马克，他如果说大家谈不拢啊，还有一个人可以推荐介绍，对。这个内举不避亲，哎，外举不避仇，哎，是是是，就是我了。啊，我哎，我不没有这个境界，但是保养这个乐器我很有一那以后就要多仰赖张飞大哥了。对呀，对。事实上，我的琴通常我在演出之前不喜欢让人家摸，然后演出完毕之后一定要擦得很干净。我觉得这是我的坚持。那现在已经演出完毕了吗？嗯，那我就应该来擦了。那你愿意让飞哥啊？那新男兵出来就俗气了，这种会把钱拿出来。来来来来，来请到我们这边。你好，你好。他是他的 partner， 哎，我跟你讲，是这个也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个他必须要很信任这个人，哎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很信任孔锵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掌声，掌声，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做一个好的 partner 真的是可以使你锦上添花，对，表演的非常好，哎，谢谢他们两位啊，再度掌声，谢谢我们。这个香味一直过来啊，真的有一点快受不了。飞哥，你是供乳猪对吧？对啊对啊，关东下的供乳猪，供师傅慢慢搞。哎，师傅好像已经差不多了吧，师傅？哎，哎呦，掌声给我们师傅鼓励一下。哎呦，新荣园会馆的苏锦林师傅，各位。
你们在任何港式料理里面吃到的，哎，都是冰冷的乳猪哦，而且因为太贵呢，哎，只能吃到摆在鸭子上的几片，是是是，哎，那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哦。今天我们老板，哎，从头到尾过程大家都看到，对对对，整只烤乳猪还带现场切割。所以我们师傅已经在秀菜了。哦呦，哇！那个鱼居啊，是是是，真系好食噶，真系好食噶，系啦，好知啊，系啦，好乜食啦？哦，你大家睇一睇啊！哦哟，所谓的烤乳猪啊，其实选用的猪只啊，一定是从出生后开始算约90天之内尚未断奶的乳猪仔，所以命名为烤乳猪。哦，好，乳猪呢，在烤之前会先用椒盐腌制20分钟，哦，再以大火快烤15分钟，将外皮烤出芝麻状的斑点。这时充分的锁住肉汁，且外皮酥脆，搭配苹果鹅肝酱和黄瓜拌火腿，这两种创新口味，口感清爽新颖，兼顾美味及健康。哎，酥油酥油，哎呦！哥真的是就看走眼啊！今天看她不同的打扮，是哦，真的就觉得她突然变得很漂亮的一个女生了。哎，不是突然啊，不是突然，本来就很漂亮，本来就很漂亮。你也要跟大家拜个年，对对对对对。谢谢，因为今年是猪年，对不对？所以祝大家诸事大吉，万事如意。哦，哇，好啊，嗯，你真不错。怎么讲就真不错。其实啊，看到他你就觉得哇，今天这个这一道菜，是是是，就算是吃蚵仔米爽，你也觉得很，就觉得很开心。哎，飞哥这个赞美，不然你觉得还可以吗？谢谢谢谢，过奖了。哎呦，哇，谢谢谢谢啊！现在我们要请我们刚刚出场的三位美女出场。哦，蒋怡、阿基玛尼、夏马谦、夏马谦。还有刚刚讲的大提琴小姐，还有我们赵博士，赵博士，哇，好香哦，好开心哦！这个味道应该闻很久了，刚刚就已经传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是真的烤乳猪哦。下面是鹅肝吗？里面有，这里面有鹅肝，有鹅肝，对，是鹅肝。鹅肝下面有两种口味，鹅肝下面还有黄瓜，黄瓜，太谢谢师傅给我，哦，好棒，这道菜成本，哇，成本很高的，哎呀。大概多少钱这样子一盘呢？差不多6000块。哎呦，6000块，好贵啊！哇，夏马倩眼泪都快飙出来了，没吃过这么贵的。今天我们还是不能脱离美丽的画面，哎，用表情告诉我们多好吃。从阿 Kimin 先开始的，哦，责任重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好大！ありがとう。多少？哎，师傅是一口一个还是咬一半？慢慢来啊，慢慢来啊！哎呦，小心哦！啊！哇，好好吃，好新鲜哦！好好吃啊！哇，卖完了！啊！马上要进军真的电影的市场。哎呀，真的太好！他刚刚那个画面看，他好像在拍广告，完全是内心戏，演得真好。So good！ 哎，哇，这一位美食天后，哎，要鹅肝，鹅肝还是要？当然鹅肝呢，这比较快呢。内行内行，鹅肝嘛，我看呢，他上的是。对对对对，没有错，很贵哦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还有就比过哎，哇，好漂亮。走。Oh my god！ 入口
看他的表情，就是只有那种幸福的感觉，满足，而且他绝对舍不得一次分两口哦，一定要通通把它塞进去就对了，不管多大一片哦，哎呦，他这回是怎样都可以吃，他的表情就是告诉大家，已经说这个美食到什么程度，哇，好高级的味道，高级的，哇，那你这样做示范的话，后面的话他们都会一口要塞进去，不行，我要一口塞两个，因为我吓到。雅怡呢？不行啦，我想要鹅肝的。鹅肝的，鹅肝的是呢，哦，好吃呢。鹅肝真的入口即化，哦，入口即化。多少？我不舍得吃。三号鸡哦。啊。哦。醉的感觉，哇，哇，真的那么好吃？女孩子吃东西怎么会这么好？对呀，这个画面肯定可以送金钟奖啊！太棒了！哎，赵博士来我这边来来来，让我帮你服务嘛！啊，有艺术家的气息，有教育家的感觉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现在有牙套哦，牙套。哦，能不能有一点软一点的东西？对对，最最的不行，是不是？那你再咬一点。我帮你把那个乳猪吃掉，你就可以吃下面。哦不不不，哎呦，吃完了我会帮他吃。对这个不用担心呐。真香。其实它也不会硬，它是很软的，很嫩。其实好吃，它的皮是很脆的，对。啊，小心你的牙齿。这时候来一个这个歌，气氛是不错。哎，可是 You light up my life 就变成猪，你点燃了我的生命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我们这个人因为流浪在外太久，是是是，那个流浪汉呢，对水晶球表演的这么好，对呀，对不晓得什么叫做家的温暖，哎，他感受一下，这只猪的毛都剃光了，跟他的头也差不多。福启智到前面来，来欢迎。近看真的很帅，对呀，好帅，他的腿，喂，你干嘛？特别，你当水晶头啊？哎呀，可怜哦，好了，我的，对对对，那个龙体，小心小心，哦，麦克扣掉，我记得伤口，哎呦，要注意啊，手，你在吃的时候，孔锵老师才应该用 You light up my life， 因为他头上都亮，有反光嘛，真的发亮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新年过得很开心吧？感觉太好吃了。哎，接下来还不稀，还有他们还要炒菜给我们，对哦，对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哎呦，好，掌声给他们，请鼓励一下 ，Thank you。张飞心中的春娇，竟对他的真心起了疑心。哎呦，着急抓灯啊，吹龙破烟啊！那你去大陆干嘛？嗯，就是讲啊。你有没有做什么事？哦，哎呀，有没有啦？进跟我，我都通通拒绝掉了。才怪！出
七出七，你干杯，我随意。哎，你叫做随意，随意，本名啊，看我叫做干杯。随意，对呀、啊，他三个兄弟，那第三个是金牛，还有第四个，第四个叫做宏达，宏达。第五个是复姓，三娃。综艺大哥大 Part Three。跟这个启示啊，你们帮忙招呼一下，多喝多吃一点啊！啊，你给我说来，盖小有什么特别节目？哎呦，哇！接下来这一位啊，是我们这个唱片界的票房保证啊！哎呦，而且算是这个台语歌里面的天后。对啊，只要他出唱片啊，没有人敢在他的后面出唱片，一定都会被打挂。而且是金曲奖的常胜军。哎呦，连续世界金曲奖歌后啊！你们讲的到底是是谁？你讲的是谁啊？江蕙啊！江蕙。将会要来，你们还可以，我还能坐在这里吃吗？真的，不好意思，不，你们大嫂来，我要出去迎接。哎呦，你非得迎接二姐了。成一双，何必还要跑去跑去扫兴？家戒指的去烧香呀，去烧香，去烧。哎，这个 key 啊，不上不下，这个你们不能怪我。哎，我的音乐水准是获得赵博士承认的。我说真的，对我来讲是太低了一点，对啊。哎，为了迁就我。对呀、啊，不过你刚刚那个 key 也很怪，结果迁就的太低了。哎，对，那怎么办？啊啊！最后一句把它唱好，这个很重要。Okay, 好，嗯嗯。曲，我要用高的还是高八度还是？哎，我都可以配合，来。哦，来。曲。最后一个香还是要唱完吧，香。非常谢谢参加我个人独唱。
你敲他机关铃那行啊？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飞哥，你唱歌唱的那么心虚，两个人救来救去，然后二姐中间好像重来重来重来，你完全不让他重来的机会，你就把他唱完。哎，跟大家拜个，哎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大年初七可以邀请到江蕙小姐，是我们节目的面子。是是是是，太感谢了，真的。哎呦，没有没有，应该要来的，应该要来的。哎呦，对，因为二姐我们平常已经这么熟了，是啊是啊。对对，那有的时候有些事情，小弟呢不晓得该不该说出口了啊啊。对，因为前两天呢，也不是我看到的，是报纸有写的。哎呦，你跟某饭店的老板呢，好像有一点这个眉来眼去的。饭店老板不是饭店，餐厅呢？对，就反正不管餐厅，反正就不是飞哥的，就对的嘛。啊。我已经不想讲提这个伤心的事情了，不是这个事情要讲一下，这关系到我们飞哥的将来啊。对，难道真的去等烧香吗？对啊，一定要去庙里面卜卜一下也晒吗？哎，对不对？结果我嘛是卜卜啊，来我卜过来拜有无？我先卜嘞，当天晚上就在某餐厅出现。啊，当天呐？啊，有那个跨门而行，听说那个人不错。哦，如果他条件差，我们就不怕。那个人条件很好，哎，对，这就是我舔的所在。你舔，你就舔嘛喏。二姐，因为我们飞哥他本身有开餐厅，哎呦，对呀、啊。如果说你真的喜欢餐厅的老板呢，我们飞哥呢，对不对？财力方面当然不在话下，人品方面当然也不在话下，本身又具有艺术家的气息，其实这种的你放在底下会乱乱说，你情何以堪呐？对啊，对啊，综艺大哥大，对不？那餐厅也有比佛利海中天，对吧？中天干嘛要有？有啊，有啊。当你去想，当你无代志问这个，我害我闹鬼到你了，春秋跨过。丢咩？哇！你就看我过分酒醉，你就安尼，就挖头就要找白金了，对吗？没有，黑龙那个没有啦，真的啦，真的，我发誓。哎，发誓还比三呢？人家发誓这样，他还少一点。发誓是因为杀鸡因为艺术。哎呦，真的是拿香在拜的。哇！你讲了这个，我感刚刚就拍谁。三条斜线，你好烦哦！啊，你该三鸡兄啊，过来，你就要三条线回答。哦，无了，有来无往就灰你。好啦，快啦，我感冒啦。哎呦哎呦，我感冒。小心小心，那是感冒哈。你就是喜欢阿娘嘛，我都跟他徛着。阿爷，哦，你那个他白啦。那个白小姐的习惯想看。你很烦嘞，你就没礼貌而已。刚刚还在问人家说这个事情，那现在你一点感冒就躲成这个样子。真的，对，那你嘛看白了对不？哎呀，哎呦，这你唔知啊，水这生命较大爱情。你这个恭喜，飞哥，恭喜。我们像唐老鸭哦，买了买了，讨厌。对呀，圣公接着你来，你是不是看我给那里想笑？哦，我看到他，我才会变成哎，奇怪，年纪就变小，真的。对呀，你多我将近20岁，怎么会？我了，你那个话。干嘛？我看你刚不要嘴回啦。没有啊，我今年28。对他28是可他才30几。差五，哦，丢掉哦，公鸡得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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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演，让大家都看傻了眼呢？接着你来，你是不是看我给那里想笑？哎，我看到他，我才会变成哎，奇怪，年纪就变小，真的。对呀，你多我将近20岁，怎么会看到？我了，你那个话，干嘛？我看你刚不要嘴回啦。没有啊，我今年28。对他28是可惜，他才30几。差五，哦，丢掉哦，公鸡得丢。丢。丢。我敢也爱情哦，
我感觉爱情啊是没有机会希冀，只能卖外饼，只有土气的。哎呦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边你要土，你嘛拿心吞落去，吞出来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最近这皮吹个破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好恶心。最近的化验是不是 H5N 火箭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照几抓灯啊，吹拢破去。那你去大陆干嘛？啊，叫去讲啊。你有没有做什么事？哦，哎呀，有没有啦？那你赶紧关心，你来敢讲？我进跟我都通通拒绝掉，才怪！好啦，但是听说他好像有一个朋友要来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哎呦，今天听说餐厅老板大驾光临，光临了，你怎么请？光临，这怎么很脆脊龙爬高？大家关你，大家关你！哎呦，中到牙齿，能一口就啊！哎呦，卖苦了！哎，餐厅老板来了，真的吗？陈随意。哎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现在我平常在感觉热死，我的耳亏行动用钱了。我用钞票的下钱，虽然你是餐厅大头家，你确实我都带给江慧幸福吗？我只是跟二姐合唱首歌呢。哦，为什么拍伊了？你忙不休。我咧开餐厅，你别做看遐大。对哦，请他到餐厅吃饭。哎呦，其实原来是想走明星之路。你哦，嚯，想要一举两得，鱼与熊掌兼得。哦，你拜托哎，是不是伊啊？飞哥去讲，当然嘛，不是伊啦，是你啊？不是他啦，他只是在跟我合唱而已啦。哎呦，拍子，有冒犯的地方多多包涵。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，哎，听说江蕙对这一位年轻人哦，哎，听说是寄望有加，哦，觉得是他很有希望。哎呀，我够高兴的呢，真的哈。哎呀，来不及给我们干点矿嘛。江蕙小姐说话不是开玩笑，对对对对，那是掷地有声的。哎呦，铿锵有力，不然恭维讲一句话掉到地下，恐啊地震。表示你的分量很重，对对，像我的还差一点。我讲话是不先把他配弹就厉害。但是你的艺名很奇怪，你叫做水鱼，水鱼本名啊，看我叫做干杯。水鱼，你干杯，我水鱼啊。对啊，他三个兄弟，那第三个是金龙，还有第四个叫做红搭。第五个冰豆不是，第五个是复姓三娃登基。哎呦，那我兄弟姊妹啊，我们不说来是何以庆歌还是你？我们合唱啊啊，合唱啊！哎呦，哦，这人叫温情情叫报答不了。对啊，哎呀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比到乐透更欢喜，一切都好小。我讲的这个话是叫总统府里面靠近的，你讲的不啦？你这种好小朋友，因为丢了都是跟他现金嘛，但是有人跟二姐合唱是够啥？用钱买袂到的。哎呦，我讲话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嗯，对对啊，不管怎么样。中了乐透还是要分一半来。好了，二姐，我们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？邓来过那帮。哎，来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
记得这曼妙的曲线吗？用力转，提起来就转。我们有一点在撑着的感觉吧？对，我们那个是啊，是你要挺起来，挺起来哦。对，你觉得我没有挺吗？我刚刚已经很努力了。哦，性感傻妞的撩人舞姿马上登场哦。我跟你讲，这讲义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去哪里啊？这个是吃饭的，桌中绝对不能这个中途离席呀！哎，中途离席这是什么？哎，飞哥，一直嘛是要准备要料理好人家。哎呦，等了半天，终于等到讲义准备出。对呀，哎呦，这道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一道菜啊，讲义啊，哎，你已经准备了是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已经在做准备了，等一下呢要给大家做一个葡式的蒜头虾。蒜头虾了，还是有名称的哦。而且这个蒜头虾是我去澳门吃饭的时候专程去学的，跟那边的师傅学的。哦，名师指导肯定会很好，太好了。等一下马上，就会有葡式蒜头虾可以吃了。是，太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一段表演。哎呦，这个是每次他们演完，我们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真的。就时间太短了，是，在大家印象有没有？里面有一个叫天天那个女孩子，哎呦，我还记得的，记得吗？对，他的表演跟他的这个头脑我们连不大起来啊。表演很精彩，可是好像太单纯了一点，都记得啊。天天跟赖艺男，哎，今天初期要跟大家来是献艺一下，表演他们的表演国际标准舞，耶，走走。
就是真是好、哦、太美了。哎呀，我迈过来呀、啊，迈过来呀、啊。他就是天天嘛，哎，真的。哦，天天真的是天天。从他的身材很特殊哦，哎，后面的美女没有一个人不称赞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真的漂亮，真的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好美的曲线，还是要观众对看一下看一下，哎，好美哦，好，这个赞美是说哦嘎，可是上帝啊，哦对呀，哦，刚刚就有看到他好像很轻的，你举他轻而易举哎，哦不是哦，刚刚有一个那个姿势上，他举他很轻。那是他练过，真的吗？任何行家一看就知道他这个体重不轻啊！真的吗？对，哎呦，那你可以娶飞哥吗？不是，那是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！不是你弄点美一点的话，对吧？他举我有什么好的？那应该是，那飞哥要举一下天天哦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举天天，要叫一下叫一下，不是？对对，你叫一下飞哥啊。哎呦，可以吗？哇，我的老天爷啊，飞哥竟然要冒着骨头散开的危险表演这个高难度的撑人转圈，到底能不能成功？张飞真的能把这撩人美女顺利撑起吗？新年新挑战，广告后回来揭晓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费玉清，祝综艺大哥大的观众朋友2007年金珠满载，财源来，珠圆玉润，阖家欢。啊，那飞哥要举一下天天哦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举天要叫一下叫一下，不是？对对，你叫一下飞哥啊。可以吗？哦，要十指紧扣，哦，要十指紧扣，哦，他主人的，他主人的啦，转，用力，然后就转，用力转，用力转，提起来就转，哟！当上帝啊！我的情况蛮矮嘛，我的情况蛮矮嘛啊！要贴近来一点，对，十指紧扣，不要放，对，不要放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你很不习惯这种感觉。你这一辈子可能第一次后悔结婚太早。而且我刚我自己跳我没看到，我品源在跳，我发现那老师不容易。哎，真的，因为我看他抱着他转是弄，我们有一点在撑着的感觉吧。对，我们那个是啊，是你要挺起来，挺起来啊。对，你觉得我没有挺吗？我刚刚已经很努力了。他都撑起来了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说我没挺起来。好了啦，掌声给他们，鼓励！精彩的表演。哦。那个气质改不？买了，我的零矿买了。起码讲一点，单被出彩了。哎，现在对对，哇，眼镜破掉啊！他刚刚撑在我这边嘛？对对对对，我就听到啪一声。啊！这边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过年没关系。来，各位。我们的好戏要上场了，来，请蒋英小姐开始秀菜。不是，
蒜头虾。是先爆香了这些蒜头跟辣椒啊，然后现在就放了很多的白酒。然后呢，因为这道虾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用水，它全部都是用白酒，所以哇，好香哦！所以好香的，对对对，味道出来了。对，现在白酒已经煮，开始滚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虾放进去。哦，哇，哦，好大一尾哦。自己都觉得好香啊，因为那个酒煮了以后跟虾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好香。而且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虾很厉害哦，它是那种大海大明虾，所以它的肉非常的多汁又很鲜嫩。哦，顶级的食材哎，哎呀，真的很独特的，哇，看颜色就知道。哎，然后要一边煮一边不停的拌炒，加一点番茄酱。哦，好香啊！好满足哦！我们已经跳了200多小节了，快要没有电了。因为虾太大了，虾太大，所以要煮久一点。哎呦，还有八打！哎呦，牛油是让它的酱汁比较浓稠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再过滤一下，耶！哎呦，我的妈哟！你看，这个女孩子不得了。咦呼 ！Oh my god！ 哇塞 ！My god！ 哇！谢谢。哇塞，不容易呀！哇，她是带着一身骄傲走出来的，骄傲！这个女生真的，我这从此以后对她是另眼相看。真的。可是我没有煮过那么大的虾，然后我翻都翻不动，本来是要一直拌炒的。你没煮过那么大的虾，我们也没跳过那么久的舞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试多几个啦。哇，是，哇，你真的太让我真的惊讶，真的真的。我如果有私人飞机，我带你到。真的真的，我怕你那个私人飞机要是一辆大客机，因为你要带的女生太多了。哦。而且我还要带着我的虾。家人，才家人一起。天哪！啊，哇，好漂亮的颜色。应该熟了吧？应该熟，应该熟。没有，因为我一直担心这虾不熟，所以害你们跳那么久。哎呦，光是这个香味。喂，哎，有有有，光是这个汁啊，哎，我可以吃，吃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吃。哎呀呀呀呀！蒋姨的虾到底是什么样的奇妙滋味，让张飞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广告后回来告诉你哦。综艺大哥大 Part Four。哎呦，光是这个香味，喂，哎，有有有，光是这个汁啊，哎，我可以吃，我可以。
你可以吃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那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够了，我就不要吃虾了，我可以吃半斤报纸。哇，哎呀，真的，我肚子饿了没关系，有这个汁，我你给我半斤报纸就可以。哎呀，我，哎呦，哎呀，飞哥连壳旁边的肉都不放过，你看。你擦，他流下感动的眼泪。哎呦，这个这边边上的不要擦掉，眼泪擦掉就好。哎呦，什么感觉吗？这是飞哥会演还是好吃？真的真的，做这个节目做这么久，是，其实我们主持人很可怜，你不能带头在那里吃。对，今天初七啊，哎，对吧？啊，你冷哎啊，我们的权利，我们福利，几两几家伙，几两几家，哎呀，来，嗯。担心，讲你自己都不相信。哎塞！哎，不要摆回盘子里，各位，我都摆边上了。我的叫恶心的呢，很多人要吃。Is really the one you love? Oh my God! No. 要帮你擦眼泪吗？你现在知道你结婚对象找错了吧？哎，真的有这么陶醉吗？你没有手？好了，我帮你们拿了。没有手，真的有你讲演那么夸张吗？我跟你讲，不可以随便藏哦。啊，真的哦。你藏可能会走到。婚姻危险边缘，走到爱情的坟墓，或者怕你。不行不行，美食当前呐。哦，就算赴汤蹈火，哎呦，在所不惜。我觉得这个音乐很好啊，对啊，这已经是你的主题曲了，对，不要奢望太高了，真的不是，你怎么可以一下子从这个20000英尺的高空掉到海下面呢？而且我这个还没有吃下去，其实老实讲，真的真的，你还没吃进去就停了。不能把它这个好开心哦，这么名贵的虾子把它变成一个噩梦，好不好？孔刚老师吃真的好开心哦。哦，现场找一位年长的。哎，我自己还没试哎。有没有老师有没有来？真的那么好吃吗？来，老师老师，来，我试一下边边的。比那个哦，我吃过的饭店都没吃过这么好吃。老师，你逃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这个地方就这么一个门，你还说不要？老师派一位同学也可以啊。来来来。哇，真的很好吃。这道菜在整个节目里面再创高峰。我们给你表演了，你跟你讲。是男的老师。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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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不讲是男的老师。老师，对不对？老师很伟大的，开玩笑，多少莘莘学子啊，能将来的成就，让你功名利禄赚钱，你在那边，你把他当东山丫头，这就不对了，浪费嘛。老师，按照我们节目规矩是要表情跟我们说的。哎，没有，老师剥虾也剥得很有文化。老师，看到看到，好吃好吃。
帮你擦眼泪吗？真的过年了，真的过年了，哎呀！哇塞，老师的形容词就是今天才算过年啊，简洁有力。哎呦，天天都过年，你看，他连壳都吃下去了。哎呀，谢谢，我们掌声给老师鼓励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阿 Kimi 跟那个夏马倩，来来，你们好好检讨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的心好高兴。因为等一下那个谁，他们也要做菜啊，对吗？他们两个都要煮。如果你们炒不了这么好的味道，你们现在就可以说停，反正时间也够了。哦，阿 Kimi， you try first 啊。对，哦，非常贵的，贵的不。哦。Slow motion。看镜头，好，掌声鼓励。哎，耶！真的好不好吃？好吃的不得了。哦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哎呀啊 ！Amazing, really good。嗯，真的是好哈。好，他妈绝。哦。哇，已经剥好了。一口当然啊，好吃的东西是一口吃。那个中间还有脚，还没有剥掉。哎，那个。这边不可以吃吗？不可以。上次那个螃蟹，它也是一口，真的，这次应该也会一口啊。没关系，上次螃蟹它连壳都吃了。没有。来，豆豆。来，啊啊啊！哦，哎呦！像变魔术一样的，变不见了。哎呦，好了，耶！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！我帮你看。讲真的，吃过这么多，还好哎。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真的好吃。他等一下要煮他下。对，他不能够太称赞别人，太厉害了。对呀。掌声给我们大厨师，最美丽的厨师江里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接下来这两位有压力啦。哎呀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的菜已经到达了很高标准的。嗯，像马健跟阿 Kimi， 你们的菜可以吃吗？我不会做菜。哎呦，哇！可是我会很用心的做未来里面。哎，哦。因为我也不会做菜，对，你们觉得日本人会做菜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就切一切。对啊，你光那个沙西米切一切就可以吃了。其实不会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等他们两个人合作的这个菜，好不好？叫做年年有余啦，年年有余啦。哎呦，好，请就位。接下来介绍这一对啊，是是，那你们对他们一定不陌生啊。对，他们呢，那个可以说已经神乎其技，真的，那个这个手上跟脚上的功夫纯熟得到那个境界。哎，他们是神仙队的跳神队。哎呦，神仙跳神队，他们今天当然初期来再跟大家拜年，哎，同时让我们再回味一下他们那个绝妙的功夫。是是是，一块来欢迎神仙跳神队。耶，好。
这几个年轻人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当然有印象啊！哇塞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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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见。他们这个本来跳绳，在我们认为就是一二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们最多就交叉嘛，或者是双空中双圈这样。对呀，双圈就他们是把那个街舞还是 hip hop 摆在融入进来了，这就是颠覆。是谁？再介绍一下。哦，对，再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叫王鼎杰。王鼎杰。哦，第二位呢？大家好，我叫赵正浩，立山高中二年级。哦，二年级的。哎，第三位。大家好，我叫苏伟士。也是同一个高中吗？不是，我是建中。对嘛，他是建中的。哦。这几个人怎么会扯到一起去？哎，对对对对。第四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内湖高中二年级游子玉。哎，有内湖高中。内湖高中。哎，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师大附中146班的胡浩强。哎呦。哎呦。飞哥，你讲对了，不同学校大家会凑在一起，跟联合国一样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没有？因为国中大家就是同一个国中啊，然后上高中就是大家考会不一样，然后就分开。我们这边有没有名传国小毕业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场有没有？因为我是在那个公馆哈，公馆罗斯福路的那个名传国小。哦呦，我已经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校友，绝了！哎呦。所以连同学会都办不成了。我回去找说我是你们校友，没有人承认。哎呀，绝了！表演真的好，对，哎，真的不错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姐姐，先请回座。好，耶，好了，这个时候就是见真功夫的时候。对对对，阿 Kimi 跟这个像马倩，他们表演这个菜叫年年有余。是，糖醋的鲈鱼啊。哎呦，那我们现在请他们二位给我们秀菜了。好，请。好，开始了。这个搜索们有粥、盐、胡椒跟味精。哎呦，对，他是看小抄啊，你们注意哦。你懂吗？懂。OK， 很好。现在他要放在里面啊，缸的里面。啊。鱼现在泡澡。啊。泡澡。先泡着。对，我跟你们说。我从来没有炸过东西。哦。今天我第一次炸东西。哦，那你要小心哦。所以旁边的人要小心哦。哎呦。哎。OK。然后他要放在的油在，还放放在里面。放在哪个里面？不得。他在看小抄说话，你还搞清楚。炸一点点，我们要慢慢炸。哦，慢慢炸。啊！你看，一点再次。哎呦！对。哦。One more time. OK， 很好。哦。I should put more inside of it. 哦。蒋怡，你那表情要，你那表情这样一副不屑，还被导播拍到啊！蒋怡很想帮他们的忙啊！对对对对，好可怕 ！OK OK， 那接下来阿 Kimi 要做那个 sauce， 好，这个 sauce 好，放那个油啊，对。现在还没有想吃呢，现在没有闻到香味。我有炸，这个鱼要翻面。
面啊？要不要翻面啊？这个啊，好这边，好像是大家都在做这道菜。好，接下来要放这个什么甜甜的啊，甜甜的 sauce。师傅，你已经可以亮相了。师傅，可以吗？师傅，快点救他们一下，就赶快救他们一下。哦，那个师傅已经受不了了。哎，好好，谢谢小慧，终于变成鱼干了。啊，好重哦。哦 ，fish flower。That I'll say for you。哎，好的。可怜，尾巴留着，尾巴留着。哦，他现在不知道头要摆哪边。哦，还是安全的，把它摆在盘子上。哇！哇哇！耶！都来，哇！哦，哎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过吃过的鱼面包，鱼面包哎，真的，真的很像面包哎，很像菠萝面包那种有方形。这个菜我们是还没有尝，不过他们炒菜的那个仪态，哎呦，真是万千，对对对，很迷人的两个。家里如果说有这个家庭主妇的话，一边炒一定是每天都回家，一边炒菜一边还在那边讲，对呀，哎，还可以，可爱，卡哇伊呢，真的呢。但是这个，哎呀，看起来真的很像面包哎。这一道菜，知道的人今年都可以年年有余。哎，鱼，哎，全部同学通通来前面，好不好？Yes， 哎，蒋毅也可以来看一下，来来来来，来尝一下，哎，一起来欣赏这一道菜，哎，面包，尤其是来，尤其是很烫很烫，小心小心，很烫，很烫很烫哦。It's very hard， OK， 胡启胜，小心，哦，没问题，好高兴哦，大家都吃，哇。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几位特别来宾，哎，还有我们所有参加今天表演的同学们，谢谢，掌声再度给他们鼓励一下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，耶耶耶，哎呀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飞哥新年快乐，恭喜大家，猪年吉祥如意，诸事顺利。每个人都可以大发利是，大发财。